欢迎参加本次演示。以下将解释社会氛围运动是什么，以及它所推动的内容，即开放源代码社会或资源基础经济。根据 Google Gemini 的说法，社会氛围运动是关于改变社会整体感觉或情绪的运动。这是对氛围更为隐喻性的运用。一个例子可以是促进更大包容性或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社会运动。根据 ChatGPT 的描述，社会氛围运动暗示着一种集体努力，旨在改变或影响社区或社会内的社会环境或氛围。它可能涉及旨在改善社会互动、促进包容性、宣扬积极价值观或解决社会问题的倡议。该运动可能包括各种活动，如社区组织、倡导、意识提升活动，或旨在为社会所有成员营造更具支持性、公平性和和谐性的社会氛围的文化活动。最后，根据 Microsoft Copilot 的说法，社会氛围运动代表了对传统结构的背离，拥抱了网络化的动态，并促进了一种全球性的相互关联感。这是对超越既定界限的集体行动的呼吁。明白了社会氛围运动的目标后，我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答案就是一个开源社会或由金星计划倡导的资源基础经济。金星计划提出了一个全球文明的全面愿景，以人类福祉和环境可持续性为中心。这一愿景主张通过智能的整合、自动化和技术来提升所有个体的生活质量，将其需求置于利润之上。当前的社会问题，如战争、饥饿、贫困和偏见，被归因于我们现行系统的缺陷。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但由于我们依赖政治和货币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于科学和技术的智能应用，以及更有效的资源管理。引入了资源基础经济的概念，其中所有的货物和服务都可以普遍获取，而不需要货币、信贷、交换或奴役。这需要将所有资源宣布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这个设想的社会中，科学和技术联盟将在没有货币或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合作，解决全球性挑战，促进团结和恢复。金星计划强调了城市设计的系统方法，侧重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实践的传播。最终目标是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并保护环境。这需要全球各国之间的合作，以改善所有个体的福祉。认识到集体智慧对每个人都有益处。通过接受这一愿景，并继续对社会结构进行实验，我们可以超越当前的局限，开启一个真正配得上人类潜力的新文明时代。开源社会的概念代表了一种新颖的社会组织方法，摒弃了依赖货币和贸易的传统经济模式。相反，它主张受到自然观察到的原则启发的智能资源管理。这种范式转变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体系，既能高效满足人类的需求，又能优先考虑可持续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损害。在一个开源社会中，资源、知识、材料和生产工具不被视为囤积的商品，而是共享的集体进步基础。想象一下一个世界，科学发现是公开可访问的，教育材料不断由全球教育者改进，可持续技术的蓝图是自由获取的。这就是开源社会的本质，其中知识成为主要资源，合作成为推动力量。在我们当前的社会框架中，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决策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商业领域，往往忽视了固有的缺陷。尽管出现了社会和生态挑战，但对我们现行的基本经济结构进行质疑的不愿仍然存在。即使在贫困、心理健康问题、环境恶化和暴力等问题加剧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存在着对这一基本经济结构的满足感。随着人类知识和理解的不断进步，受科学原理的指导，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改变。然而，我们的社会结构仍然基本保持不变，依赖于无法解决现代复杂性的过时实践。权力往往掌握在政治家手中，他们缺乏对资源管理等技术问题的专业知识，而公司则为了自身利益操控有限的资源，导致不平等和剥削。
此外，当前的债务制货币系统加剧了不平等，使一些人无法获得必需的资源。当前的经济体系与自然界的脱节加剧了问题，阻碍了可持续进步。因此，重新评估我们的社会结构，并将人类需求与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至关重要。认识到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需求，一个有效的社会必须解决身体、心理和情感福祉的相互联系。公共卫生、环境可持续性和公平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成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当前经济模式的不足，开源社会的提议倡导合作、可持续性和效率。通过接受这些原则，我们可以为所有人铺平道路，迈向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开源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一、资源核算。资源核算是开源社会的核心，体现了负责任和可持续资源管理的原则。受到自然界复杂平衡的启发，开源社会优先考虑资源的智能分配，而不是市场驱动或以利润为中心的方法。通过精密的核算和分析，决策过程受科学原则和社会的集体福祉引导。认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资源核算旨在优化利用，同时减少浪费和环境影响。通过系统的跟踪资源流动，评估生态足迹，并实施措施确保公平分配，开源社会努力创造一个具有弹性且繁荣的生态系统，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并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通过透明和负责任的资源核算实践，社会致力于维护环境的完整性，为后代确保繁荣的未来。二、动态平衡。在一个以动态平衡原则为指导的开源社会中，重点是保持资源消耗和自然再生速率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方法强调需要持续监测和适应性管理策略，以确保资源利用实践的可持续性。通过仔细评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资源可利用性的限制，努力防止过度开发和环境退化。通过实施创新技术和可持续实践，如可再生能源系统和再生农业，目标是促进人类活动和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在促进资源的负责管理和培养环境意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追求动态平衡，开源社会旨在确保当前和未来世代的福祉，同时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三、战略设计。资源基础经济或开源社会中的战略设计意味着与传统产品创建方法的根本性背离。在这里，产品被精心设计成具有长期性，而不是为了计划的过时而工程化，以维持市场驱动范式中的消费周期。设计师们优先考虑耐用性、可修复性和可回收性，旨在最大程度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最小化废物产生。通过采用模块化设计和使用可持续材料，重点从短期盈利转向长期可持续性。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还可以培养负责任的资源管理文化，为更具弹性和公平的社会奠定基础。四、自动化。在开源社会中，自动化作为实现效率和丰富性、减少对传统劳动范式依赖的基石。通过战略性的实施先进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自主系统，自动化简化生产过程，优化资源利用，提高整体生产率。通过最小化对人工劳动的需求，个人摆脱了重复性任务，可以从事更有创造力和满足感的工作。此外，自动化通过确保持续和高效的生产，而不受传统就业模式的限制，促进了资源的公平分配。这促进了一个社会，个人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推动了所有成员的更高生活质量。
此外，自动化可以节约资源，减少浪费，有助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保护地球，为后代保留。五、基于获取的经济。在开源社会中，向基于获取的经济转变代表了对传统所有权观念的根本性改变，转向了通过高效的分配机制普遍获取商品和服务的系统。通过将获取优先于个体所有权，资源在社区成员之间共享，促进协作，并培养一种集体责任感。这种范式转变减少了对基本资源的获取差距，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满足自己的需求和追求自己的抱负。通过共享所有权和合作消费，重点放在最大化效用和最小化浪费上，从而导致更可持续的资源管理实践。此外，基于获取的经济培养了一种共享和合作的文化，增强了社会联系，促进了个人和社区的福祉。本质上，向基于获取的经济的转变在资源基础经济社会中反映了对公平、效率和集体繁荣的承诺。六、合作取代社会竞争。在开源社会中，合作比社会竞争更为重要，培养了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文化。这种转变带来了许多优势，首先是创新加速。通过分享知识、专业知识和资源，个人和社区可以共同建立在现有思想和发现基础上，从而在各个领域实现更快的进步和突破。此外，合作通过确保资源对所有人公开可访问，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或背景如何，来促进包容性。这种赋权使得在传统竞争性体系中可能被边缘化或排斥的个人和社区能够积极参与和贡献社会进步。此外，合作培养了一种共同责任感，每个人都被鼓励为社会的共同资源池做出贡献，以造福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集体方法不仅促进了更大的社会凝聚力，而且增强了开源社会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为所有人创造了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来。七、丰富代替缺乏。在开源社会中，丰富的基本原则高于传统的缺乏观念。与由缺乏驱动的传统经济模式不同，后者往往加剧竞争和不公平。开源社会的基本信念是在可持续管理的限制范围内满足所有个体需求的资源绰绰有余。通过利用先进技术、科学知识和协作努力，开源社会努力开发地球有限资源的巨大潜力。通过有效的资源分配、创新和共享所有权，将缺乏转变为丰富，重点从囤积和竞争转向合作和公平分配。在这种范式中，获得基本资源成为普遍权利，使个人和社区能够在不担心匮乏或被排斥的情况下茁壮成长。通过接受丰富作为指导原则，资源基础经济为所有人铺平了一条更加公正、可持续和繁荣的道路。通过远离传统的货币交换体系，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源被共享，以造福所有人。尽管存在挑战，但开源社会为我们当前不可持续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开源社会是对我们对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直接回应。他将利用这一知识来推断如何以最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人类的需求。就像开源软件开发一样，这个社会是基于协作和自由可获得信息的。通过这种方法，如果我们的集体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率，个人观点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开源社会不是乌托邦的理想，而是对新经济范式的呼吁。它是关于培养一种协作精神，其中知识和资源不是个人利益的工具，而是更加繁荣和公平未来的基石。通过采纳这种开源方法，我们可以释放人类智慧的真正潜力，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充满丰富的世界。总的来说，开源社会代表了对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一种背离，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协作和资源的平等获取。通过接纳这些原则，它旨在为当前和未来的世代创造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社会。
以下网站倡导开源社会或基于资源的经济。社会氛围运动是时代精神运动的开源版本。这个视频不受版权保护，而是受知识共享许可证保护。为了推广开源社会，我邀请你下载这个视频并重新上传，以传播这个理念，促进更好的社会氛围。感谢您的关注。梦想朝良前行，孤土祭愿同享，最幸早了正，齐动莫善好家应，无怨亦是情，携手共创新世纪，则愿共享灵美艺，科技创新美好明天，梦想亦向老庆世界。Thank you.